又是一个星期日，又要赶着去送孩子上兴趣班。如果你要问我为啥总挑星期四去采蘑菇，因为我星期四没有课。哦，看，我知道大家很着急，上次为了送孩子去兴趣班没来得及收的那一片，今天来了，已经过了半个月了。今天为了随着大家的心愿，先来这边看一下。我们走的不是很深，没有走到在里面去，就在这个边上走。因为这个林子是比较陌生的林子，以前在这里碰到过猛兽，所以我们俩就有点心理障碍，不太敢来。其实这片林子特别好，非常非常的平坦。我先往这边走走看，这边里面我是没怎么来过哎。这里有几棵单独的，可能这片林子也是有人采蘑菇的。因为实在是哇，这一片地上全是，就已经是有人踩过。你看那里就有人，这小的不是很想踩了。哇，这一片密密麻麻的，所以这里肯定是有人知道的，因为不是我第一次来了。这里也是，因为有人踩过了，也是挑大的踩的，掉下来的。那可能这些没踩掉，它可能就是已经又长出来了。有人来过，说明这里安全。我怕不怕？我还是有点怕的。比如说这种陌生林子，第一次来，都是未知数，所以不太敢进来。这下面有个坡，都不敢下去了，还是得找个人一起来，有点恐怖。那个蚂蚁堆有点高的，有点吓人啊！啊，这里又有一小片，这个是其他的小蘑菇，然后这边，哇，那里已经干掉了，哇，密密麻麻耶。也是下脚都没有地方下了，哇，好多！主打一个省事，今天不要再嫌弃我。从这里开始捡，哇，这个大！不要再嫌弃我墨迹了，因为。不拍视频的话会更快，拍视频就没有办法了。如果不拍视频的话，你们就没得看了，不是吗？我准备给它直接掐掉，这个还挺脆的，因为这两天没下雨。筐子没有地方放了，看这一片全满了。这些都长的时间长了，这几天没下雨晒干了，直接变成干蘑菇了。明天我再来，明天我再来好好踩。不小心不小心踩到一脚，还有好多密密麻麻，没有办法猜了，不要着急啊，明天再来。而且这个地方这些好小，其实跟之前大森林比起来的话，这些不可惜。这就是半个月前来的那个地方，在这里都有条小路，肯定是很多人都会在这里采。哎呀，这里有人来过了啊、哦，这些肯定是被别人采掉的啊、哦，这里已经被人采光了。哎，这里就是上次有大片的地方是吧？密密麻麻的小的也被他们清干净了，但是那一块他没发现，但那时候太小了，实在是。不想踩，得捡一点。好，我们再去看新的地方。不用担心说这里的被人家捡掉了，因为没关系，到处都是。我们之前去大林子里面这种都看不上，太小了。啊，有竞争对手了，是吧？但他踩的也应该不大，因为剩下的那些都好小。这里还有他没有发现的，还长得挺大。这个是比较难发现，因为他这里比较隐蔽。像这种大的还好，这种比较好，这种粗腿的。哇，我都有一种幸好那些小的被别人踩掉了，就不用一个个去扣那些小的了。真的是，我的剪刀又不知道掉哪了，我真是疯了。哇，幸好走得不远了，过来拿下剪刀，就无视这些小的。我的天哪，让我先哭一会儿，这里居然有烂掉的一片黑喇叭，我的天。
天哪，我还以为是枯树叶呢，全是黑喇叭呀！啊，没想到这个林子会有黑喇叭！哎呀，天哪，抢救一些！天哪，这些还能吃吗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看，全都烂掉了！哇，这个已经长那么大，这边有人来采蘑菇都没人发现，简直了！哎呀，先随便抢救一下，真的好大一片，那这边全是，也不是很大吧，但是比我以前发现那个大多了。来晚了，我现在这种黑喇叭真的是太难找了，你看这个，整个不行了吧？应该。天啊，这么大！哇塞，欲哭无泪啊！这一簇好哎，这一簇居然没烂掉，哇，这个烂掉了。啊，这边蚂蚁可凶了！哎呦呦，它抱着我手开始啃。嗯，下次知道了，这里有。哎，全烂了，全烂了，全烂了，这些全都烂了，太可惜了。没事没事，下次就知道了。你看这边灰色、黑色的这些烂在这里的，全是黑喇叭。抢救了一些，超级大，还没烂掉了。我又多了一个黑喇叭基地，下次就知道了。这个人采蘑菇跟我一样，也没有很认真。这边上次看到这些，你看两个星期也没长大，还是不想采。哇，这个边上竟然有寄油菌哎，而且还长得挺好，没有烂掉。这个季节寄油菌都快过季了，因为温度比较低，它长得也比较慢。嗯，这里这些不是很那个扎实，那个不好了，但是还可以。哎呀，这我有点害怕了，这里好像之前挺干的，不知道有没有蘑菇，有一些其他的蘑菇，那个牛肝菌已经烂掉了。这一片看着挺好的，哦，这里一片都是叶子。好了，我准备走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敢往里面走了。哇，这里虽然离城市也不是很远，但是未知的地方总是有点害怕。哇，走进来好远啊，感觉又有一堆。哇，这一堆肯定是没有人发现，它就是离这个蚂蚁堆有点太近了。哦，但是这一片好大呀！哇，夸不夸张？这个也可以捡一会儿。一直到这里，哇，这边也都是，这一片全是。你看这里这个，跟叶子全都并到一起了。哎，先爬，哎呦，这都已经快烂了。这个苔藓有点不太厚，所以它长得有点小。这些都很干很脆，很好掐。挑大的掐，我看到这些我都有点头皮发麻，觉得掐到啥时候去。呀呀，这里都不太好了，蚂蚁堆好大。这些都是苔藓比较浅的，所以根还好，不是很深。
好，现在去看我的那个小破。路上也有，就是太不明显了，还有比较小，踩到脚底下的都没发现。我那边发现了一个，这里就有一片，这也是没长大的，就懒得看了，懒得踩了这个。还给它推也不够深，今天也不要踩太多啊！我不是说没有时间采蘑菇，主要是没时间洗蘑菇。这几个把大的踩了，哎呦，大的也不太好了呢，其他的留给别人吧。啊，那个人看到这一圈，他是不是很激动？清得好干净，这是两周前留下来的这一片啊，也没有长大，长太慢了。哦，这里有几个大，就半个月就长这么大。哇，这片冒出来的，还是说上次就哦，那个里面有，哦，这里有大的。上次太着急了，可能这个树丛底下的这些都没看到，正好长大了。上次留下的这些小的没怎么长大。哇，看那里有一大片，哦，这多好呀，这种踩起来才爽，主要是洗起来方便。